听讲座啊，需要了解的题型。双飞燕定式啊，是这个对局中肯定是出现了很多的下法。这个，然后呢，对于这个定式呢，白棋当然有很多很多种啊，很多很多种的这个应对啊，靠这边靠这边啊。那么呢，当然白棋啊，作为我们爱好者来说，肯定是下的最多的，就是最省事的，就坚硬最简单，是吧？嗯，省得那也背那么多复杂的定式啊，就简单坚硬个就完了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黑棋肯定是要点啊，这个棋黑棋肯定是要点的，因为黑棋不点的话呢，再被白棋坚硬个的话呢，这两个子啊不能两全啊，这个才二和这个才二不能两全，所以呢，黑棋啊肯定是要点的。那么呢，形成这个结构以后呢，白棋呢就是说简单处理。处理以后呢，就可以脱先了啊，脱先也可以啊，当然呢接着走也可以。那么就这个棋形啊，在最终常见的摆在这以后，那么接下来啊以后怎么办，怎么处理啊，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，双方啊，这个呢是这个大我们需要呢，就是说了更深的了解一下。先看看作为黑棋啊，如果白棋不走，作为黑棋来说呢，如果你接着走，只是什么简单的爬一个啊，这个，没什么意思，没什么意思。这个只不过是呢，把自己的时空啊，走走后啊，走走后。而且呢，不好之处就是你这个爬和这个爬本来就两个必得其一的，是吧？白棋走这边，你走这边；白棋走那边，你走。那你自己去走一个呢，显然呢，有点无趣啊，有点无趣。作为黑棋的选择来说呢，就是说。怎么接下来走得更有利呢？就是要根据这个情况。黑棋比较有利的下法，紧凑的下法呢是靠起来，靠起来。这个呢，白棋呢不能不应啊，再不应就被吃掉了。当然了，靠这个和靠这个啊，这个都是一样的啊，两边同行嘛。那么选择靠哪边，这个呢有个原则。这原则就是根据哪边发展的前途大就靠哪边，比如说我这边有子，这边是白棋，对吧？那么很明显我在这边的发展前途大，黑棋，那么呢你就选择靠这边，因为靠了以后白棋搬，你一退，是吧？有了这两个子以后，这边就逐渐就慢慢的就变大了，白棋接下来还得补这个断点，那么呢黑棋再继续走啊，再继续走，再拐，压迫这个白棋的同时，扩张自己的模样。这个就是在白棋不走的情况下，黑棋啊这个行棋的这个步调啊，行棋步调注意一点，这个底下呢这个爬过呢不要急，反正黑棋总能走到一边啊，你白棋反正挡这个呢我就爬回来，是吧？你挡这边呢我就爬这边，这个黑棋呢不要在这里呢去急于行棋啊，不要在这里去急于行棋，就这样走呢就很好啊，白棋跟着走呢，黑棋就走，就是这个黑棋呢就是非常的这个舒服啊，非常的舒服。通过这个招法呢我们可以看出呢，黑棋在这里呢行棋走一手啊还是非常的大啊，还是非常的大。当然呢，黑棋这除了这个靠以外，还有一种呢比较这个犀利的带有攻击性的下法呢，那就是直接罩住，直接罩住。这个下法呢是就是说攻击性呢它这个非常的强啊，非常的强。那么你不管你白棋飞这边啊还是飞这边啊，你飞这边，那么黑棋一就是贴回来，这棋不是什么跟着硬去冲乱人家，就贴回来，这个就是贴回来。白棋不管走哪个，那我再把这个也贴回来，都贴回来。这样呢，就是这个竖起来了啊，这个脚也非常厚实了。这个呢，也是一种就是说很有力的下法啊。你走这边，那么呢，这个也是一样的。
反正这个走完以后，由于这个头是挺起来的，特别硬，那白棋在这一带还需要拆一个防守，是吧？然后不然被黑棋加过来，这个白棋太亏。这个呢，白黑棋下反的也不错啊，也不错。以后这个地方还有冲断的这个手段。好，不管是黑棋靠啊，黑棋靠啊，还是呢黑棋这个造，可以说都是非常的有利啊，非常的有利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说了，白棋啊，就是飞啊，也是呢非常大的一手，非常大的一手。这个呢飞也是这个白棋啊，就是说在这个定式以后啊，这个局部以后，白棋的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下法啊，白棋一个比较好的下法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还是始终呢还是需要有时候呢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，就是反这个飞和这个飞啊都是一样的啊，但是怎么飞哪边啊，也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。一般白棋作为来说呢，都是飞在啊靠近自己的一方啊，因为你挡住以后，我挡下去以后呢，有可能就直接在这边就会形成一个模样，这是白棋飞的方向的选择。同样一点呢，就是说呢，白棋没有必要在这里去急急忙忙把这个走了交换啊，走了交换。那白棋飞啊，黑棋这时候呢，需要爬过啊，需要爬，不走抢大场呢，当然有时候也可以，但是呢，这个还爬过呢还是非常大。那么接下来呢，白棋打，白棋打。这个呢是白棋花一手棋走这个，也是呢非常有价值。第一呢，通过这两手以后，在这边呢能够形成一个模样。第二个呢，也防止了，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说的黑棋你不走的话，黑棋靠起来或者造的一些这个手段。那么在这里还需要注意一点的，就是说如果你飞了这个啊，爬的时候，你这时候呢不能脱线。你要想脱线，还不如什么都不走，就直接脱线。你走一个，如果脱线的话呢，反而更加不好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黑棋就可以直接给你冲断，你这两个交换反而呢就会变损了。那大家看看，现在黑棋在冲这个，白棋当然只有挡了啊，白棋当然只有挡。然后呢，黑棋断上去啊，黑棋断上去。这个呢，你反而还不如不走。这个断上去变得呢，异常的严厉啊，异常的严厉。你这个子，那是说你跑啊，就是说你这个随便你就白白的死掉，那都还不如什么都不走，对吧？这个也被爬过来了，这个子也死了，这个中间还是一块孤棋，这个不行。但是呢，退出来作战又太勉强，这个黑棋直接就压，直接就压。这个黑棋压都是先手，再连回来啊，当然也可以啊。这个中间，白棋呢就是很苦，甚至于来说啊，松一点直接压，这个头不能被扳啊。再以飞起来，这样作战呢，这个白棋啊也是很累。首先这个局部你要贴下去跟他对杀啊，可能就算你快棋，这个本身还是很复杂的啊。第二个黑棋中的先手，这个弃子封住这个白棋，它这边会形成非常大的模样啊。你就收棋吃两个子也没什么意思。这个呢就是说呢，还一定这个白棋啊需要防范。你既然飞了啊，你就是接着走呢，一般的是挡啊，一般是挡这个。我们先看看这个挡，一般是挡这个。挡这以后呢，在这边形成这个正式，当然了，黑棋呢也可以说不走了，再继续在其他地方行棋。那么以后呢，这个地方呢，黑棋连回来，可以说呢是非常大的一手，非常大的一手。也不连的话呢，不管怎么说吧，这个打下去呢，毕竟他把你这个吃掉，还是有目数的，目数呢还是不小的。黑棋呢还是要注意，因为而且他打下去以后，有可能这个接下来呢会产生这个狼的手段。这个蓝的手段，这个接下来有点。
还是挺大的。第二个呢，这个连回来了，对白棋呢也有威胁，也有威胁。不过就局部而言，这个尖啊连回来呢，在这个局部是好手段，但是呢，我们不能说它呢，应该也是呢有个小小的失误，就是说呢，这个局部黑棋呢，你连回来之前要注意一个次序，那就是什么？要先冲一下，要先冲一下。白棋这时候没什么好说的，只有挡住。那么呢，再连回来，再连回来，这个呢就好多了。有了这两手交换以后，这一尖我们基本上可以说，这个是先手连的，是吧？你这个白棋不能不走啊，不走再被断，这个太苦了，这个有形状都裂掉了，所以白棋呢也只有补一个啊，也只有补一个，这样呢可以说是黑棋先手把这个子连回来，这个目数呢还是很大，一定要找到机会。白棋补呢也是接上比较厚实，如果你去飞啊，这个反而以后这个有虎了啊夹，或者说是虎了这个断的这个味道啊，又虎了这个断的这个味道。所以说呢，白棋补呢还是占上。那么这个区别在哪里呢？就是如果你直接单尖啊，我说我不想冲这一下损，让他补在这，那样的白棋呢没有刚才那样厚，是吧？但是这个区别在哪里呢？你就是你尖了以后，白棋他就不一定要补了。他就不一定要补了，这个区别很大。因为你以后，当你以后再冲的时候，有了这个，你多了一手棋，白棋他就不一定要挡，他就退一个，他就可以看清这两个子，是吧？你再冲，我就再退，是吧？你不管你怎么冲啊，所以说吃了两个子，有一定的目数，但是你毕竟你这个地方多花了一手棋，是不是？毕竟多花了一手棋。如果没有这手棋，那个白棋它是不能退让的，是吧？这时候冲的是不能退让，那你就冲，是吧？这个它是不能退让的，它再搬呢，你甚至都可以立，这样它接上外面还有个断，它还不如这样好一些，是吧？那么所以呢，这个呢是这个黑棋啊，在这个地方所需要注意的。一个小小的次序啊，看起来不起眼，但是呢往往会造成这个一个是先后手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啊。好，我们讲了这个白棋挡了以后的一些这个注意的。那么白棋啊飞完这个还有一种呢，他就是他觉得这边扩张或者不是太大啊，或他觉得他这个中间更大。还有一种就是白棋呢直接飞这边，就彻底的我就把你压在低处呢，我以中间啊这个呢为目标，以为中央为目标啊，走后中央为目标，这个呢下法呢也是有的啊，这对局中也是有的。黑棋呢当然呢也可以暂时脱先啊，不走了啊，以后根据情况呢再制定这个下法。以后呢白棋啊即使来吃这个子呢，也没什么太大的了不起啊，黑棋挤一个也行，翻张呢这个也可以啊，这个也是正常的。反正现在飞了以后你就不怕白棋冲断，是吧？刚才我们说不飞怕黑棋冲断，现在以后呢当然你就没有什么好害怕这个冲断了，因为这里已经外面已经多了一手棋作战，这个呢没什么好怕的。同样这边冲断啊，黑棋从这边冲断也不要紧，那么你断了我就跳就是啊，对，这跳是跳比退好啊，大家注意这个形状。那么你要是长呢我就贴下来啊，这个是先手味道，这个作战这个白棋呢完全没有害怕的理由，就再跳一个就是啊，这个没什么害怕。所以说呢两边这个
两边冲断，白棋呢都是不用怕的啊，就说你两边飞了以后不用担心这个黑棋的冲断，你呢可以就专心的呢经营你的这个中府啊中府。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呢这个关这个定式啊，那么还会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是说呢在这个实战中出现，就是呢白棋先挡掉，那是一般在什么原因什么情况呢先挡掉呢，就是先挡掉再走的话呢，就是基本上你是确保一点，白棋是确保一点，我挡完以后这个子它是死了，它是基本上是不能跑了，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才能先挡掉，不然你挡掉以后人家这个都是活棋，随时都是活棋，那你这个挡掉就交换就失去了变化啊。那在什么情况下呢，一般的情况下呢，在一个我们熟知的这个阵势中呢也能见到，那就是在这个三连星的过程中啊，你比如说这样，这个是个三连星，你挂角或者我走四连星去了是吧，没有走，那么当你挂进来我接是吧，这个黑棋点的时候，这样的时候呢白棋啊可以先挡掉啊，先挡掉，如果你先走那么被黑棋连通以后呢，这个子的位置显得呢就很不好了，很不好了是吧，都被这个黑棋连络，而且白棋的发展方向在这边，被它爬过来以后呢，这个白棋呢不能满意，不能满意，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啊，当然这个子也有可能在这，也有可能在这啊，也有可能在这等等，在这种情况下呢白棋呢可以考虑先走掉，那先走掉，然后呢黑棋爬啊，黑棋爬，白棋呢再飞，再飞，这个呢也是可以说是这个定式之中啊，这经常就是说出现了下法，也可以算它是一个定式吧，也可以算它是一个这个定式以后的下法，常见形状的下法都可以。那么飞了以后呢，这个地方呢黑棋还是要就是继续呢跟着这个白棋硬的啊，继续跟着白棋硬的，这个不硬的话啊被这个挡下来还是有点大啊，这个被挡下来以后这个方向全堵住了啊，等你即使再搬张啊，即使再搬张以后呢还是没有把问题解决，还得跟着硬啊，你不硬的话这个还有一个点的手段，还有一个点的手段，这个呢就是说呢黑棋肯定是吃亏的。那么这时候啊，作为黑棋来讲啊，这个形状啊，也是说呢又产生了一个要点，那么这个要点在哪里呢，在挤一个啊，挤一个，这个是要点，这棋如果是简单的爬啊，这个肯定是不肯的啊，肯定是简单爬呢白棋就退啊，白棋就退，你再爬这个爬三路跟四路交退交换呢，至少在这个布局或者是中盘以前啊，这个都是吃亏的，这个、都是吃亏的，所以这个不太肯啊。而且白棋这个外面形状很好，而你冲断呢又是这个啊又稍显过分啊，白棋可以跳，这个永远不能挖打，哎挖打被白棋又滚进去了，只能走这个啊，它因为它这个挡先手啊还是一样的，这个我们记住这个跳的手劲就行啊，这个呢白棋不用怕。那么黑棋冲断作战呢又略显勉强，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诞生了就产生了一个这个棋形的要点，那就是挤，大家注意，一定要注意把这个挤的这个手段记住，让白棋打吃，所以白棋这个打吃没什么必要保留啊，就你就把它走掉就行了，然后呢再粘上，粘上，这个没什么好保留的，就直接打吃掉。这个棋呢现在只能粘上，没有办法，如果你立那么这个一断啊，这个等于还是里面呢没什么的，没什么太多的棋啊，这个都死在里面。虎这个更不行了，虎这个被人家一搬是吧，这个就都过了，这个没有意思啊，没有意思。
这个更吃亏。所以呢，这个只有张啊，有了这两个，有了这个几和张的交换以后呢，这个黑棋呢就逐渐的破坏了这个白棋的形状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搬张，再搬张啊，这个呢，这个是不错的，搬了张上，搬了这个张上。白棋呢，接下来呢有一些难办啊，有一些难办，就是什么呢？首先不走呢，就是说呢，这黑棋一断，这个目数还是非常大，这个断完以后这一段也很严厉啊，这个目数非常大。但白棋一走啊，走在哪，这个就有些难受啊，有些难受。如果粘上啊，当然是粘上吃掉这一个子，目数呢，非常的好啊，目数肯定呢是好一些。但是首先它这个棋形非常的差啊，非常的差。这个棋形呢，这个都是一个板五的形状，都是这是两个板五的形状。这时候呢，同时我们也就能看出啊，这两手棋的这个黑棋的好次序获得的这个便宜，是吧？这个等于是几和张交换了一下，这个是便宜很大，这个是便宜很大，是吧？等于是这样，如果你直接搬张一张上，那你就这个就是说完全失去这个围棋的奥妙，是吧？那么现在等于是多了一个几，这个白棋被张上了，本来白棋怎么也是虎一个的，白棋这个形状比较完美。那么呢，白棋呢这个形状呢比较这个比较差，但是呢它目数比较好，目数比较好。弱点呢就是以后呢，这个是这个地方有个断点啊，有个断点，甚至只要黑棋真是有力，它也有可能断上去啊，有可能断上去。这个呢，甚至于有可能以后会拽出来啊，瞄着这个断点。这个呢是这个白棋呢的不足之处啊，不足之处。那么呢，从后实的角度讲呢，白棋呢还有一种下法呢，就是说跳一个，跳一个。干脆呢，他当初走三连星啊，或者是有个子四连星，然后再接呢，再飞，一切都是呢，走这个我们俗称宇宙流也好，为大模样也好呢，他干脆呢就彻底的啊，不要这个，就是让这里失控呢，损失了啊，损失了。这个下法呢，就是说也是有啊，在实战中呢，在对于这两个棋形啊，就是说作为中国棋手啊，这个和日本棋手来说呢，以大局为重多一点的时候呢，都是选择这个跳呢稍微多一点的啊，稍微多一点，就这个是这个不好之处当然很明显，以后这个黑棋一加，这个就失控就全没了。黑棋中日选手选这个，但有时候韩国棋手呢，他喜欢实战或者喜欢实地的呢，就是呢选择这个的呢相对多一点点啊，也相对多一点点。这个可以说呢各有利弊，好坏呢不好说，要根据您这个实战的情况呢做出一个选择啊，这是一个选择。那么呢就是要记住一点啊，记住一点，就是说呢这个几啊，在这个形状以后啊，只要是对方挡掉以后，这个几不管有没有飞啊，不管有什么，你包括飞在这啊或者什么样，这个几啊，黑棋的这个几是这个局部棋形的要点啊，希望大家呢能记住这个棋形的要点。好，那么还要需要注意一点呢，就是当这个形状的时候，黑棋呢还有一种下法啊，黑棋还有一种下法呢，就是什么呢？他这个争执有利的时候，他就直接断上去，他挤完以后让你粘，把这个形状粘难看以后，我直接断上去。这个下法呢也是有的啊，也是有的。白棋呢也是要稍微呢注意一点啊，小心一点应对。白棋这个应对的方法呢，我们呢来看一看。如果啊断一个，我现在不能真实啊，是吧？这个门那我也不能熟着打，熟着打这不帮他出去了嘛，是吧？那么我就是跳一个啊，我先吃这边呢，这个呢稍微有点这个问题，白棋呢就容易上当，因为接下来这个黑棋有比较强烈的一手，它就是什么
现在它不是压了，它是直接给顶上去了，啊，直接给顶上去了。这个是白棋在此需要防备的，啊，需要防备的。那么，如果你吃在这，那么黑棋这个爬过非常的舒服啊，它就不是在三路爬了，这个头呢，搬起来了，变成到四路了。还变成到四路，这个是白棋呢，不能忍受。那么你拐下来呢，作战呢又不太有力，这个压被黑棋完整的压住以后，底下这个你拐了它退，虽然你能活，但是呢很委屈啊，也会给黑棋呢走得非常的厚，这个不太好啊，不太好。那么作为白棋来说呢，这个地方啊，正确的下法呢，这个打也太熟啊，这个打也熟。正确的下法呢是小尖一个，这个小尖是正确下法。那么接下来黑棋势必是要藏一个啊，有了这两个交换以后呢，你再跳这个，再跳这个，再跳这个，这个次序就是差不齐啊，就是我们下棋经常要讲究次序，这个次序是绝对不能错的，一错的话呢。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啊！等于呢，我跳了一个黑棋长，那么我再尖一个，接下来呢，这个黑棋呢，可以搬，取地可以搬。白的不能硬啊，这个也要注意，你再硬被一冲，这个都死了。白棋呢，只能刷啊，黑棋也不能直接冲，直接冲的那个先被人家吃两个，啊、这个亏的。等于单搬，黑白棋刷，黑棋退，获取实地。那么呢，但是这个外面呢，白损两个子啊，这个白棋都不用走了，白损两个子呢，这个损失呢也是比较大啊，也是比较大。这个呢是黑棋强行取地的一种战法。黑棋正常的一种下法呢，就是说呢，直接坚持，直接坚持。白棋刷啊，白棋刷。那么黑棋呢，再飞啊，或者跳出来，在这一带呢，就是说呢，形成战斗啊，形成战斗的目的呢，就是通过战斗来削减这个白棋啊，以后在这个方向的这个发展啊，在这个方向的发展。那么呢，通过这些啊，我们的讲座呢，通过这些了解，我想大家呢，对这个双飞燕啊，白棋小尖以后黑棋点三三。这么一个棋形啊，它的这个应该呢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啊，就是对你这个一个普通的棋形应该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啊。以后不管是轮到你黑棋下啊，还是白棋下啊，双方啊应该采取的这个一些什么招法啊，一些什么招法，或者说是一些需要注意的这个手段啊，大家呢。希望呢，就是说，头脑里面稍微呢重新这个整理一下啊，希望呢这个各种各样的图啊，我们先摆了一些，摆了不少，哪一些是在什么局面下啊正确运用啊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。虽然大家有时候把这个棋形下法都记住了，但是如果你忘了在什么情况下运用的话呢，那等于呢还是没有完全的呢这个学会这些东西。好，本期讲座呢，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。电视荧屏充分展现自己奇异和风采的梦想舞台，摆谱，让我们一起对臭棋和恶手进行彻底的革命。您现在收看的是
天元围棋频道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天元围棋频道。大家都知道围棋博大精深，源远流长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，也是国粹之一。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智慧的追求。在当今社会，如何科学地普及围棋，让更多的人们了解围棋、学好围棋，一直是广大围棋教育工作者思考的问题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给棋友们推荐的天意园围棋教育网，通过轻松活泼的板块设计、深入浅出的内容编排，很好地解决了困扰大家的这些问题。天意园围棋教育网开围棋网络教学之先河，传播围棋知识于大众，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与围棋教学经验相结合，继承围棋传统知识，革新围棋传统教学过程，实现了对围棋知识跨越时空的传播方式，以满足不同的地域、不同年龄围棋爱好者的需要为己任，让初学者有所乐，让提高者学有所获。俗话说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要想让孩子们学好围棋，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他们学习围棋的兴趣。如何培养孩子们学棋的兴趣，快速提高他们的围棋水平，一直是广大家长和教练们关心的问题。天意园围棋教育网以生动形象的动画、通俗易懂的语言，从围棋文化介绍入手，帮助有志于围棋学习的家长和少儿朋友们认识、了解先祖们留下的宝贵知识财富，激发少儿的学习兴趣。